同学，恭喜大家要毕业咯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生活呢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，而是在雨中翩然起舞。虽然呢是在疫情期间，但是呢我相信这三年的点点滴滴呢应该刻画在同学的心里。那在这里呢，老师预祝各位同学展翅高飞，迎向未来。拜拜。